是林雨丽哥，他在那个台南市政府二楼中庭所摆设的铁雕展，在3月份的哈，他都是，3月份他都会在这边展览，你们可以慢慢的，有空赶快来参加。来给他观赏哦，观赏说这个他的铁雕，你看他的铁雕，他把以前的文化做得很棒哈、这是这种是寺庙哈、你看寺庙，你看来用搭哦，啊载物件要去拜拜哈、啊够带囡仔哈。这你看关啊，啊来放一挂花啦、水果啦吼，还要去拜拜。啊，这在门市啊吼，这在门市的你看，在门市你看野桥啊吼，这个栩栩如生啊吼。啊，这就是灶啊，那古早的灶吼，古早的灶。伫遮咧遐走，啊！即大肚诶妈妈带囡仔搁伫遮煮饭咧吼。这是水牛，这是各方面的水牛。哇，你看水牛咧，你看哦，看这个是一个农夫跟一只水牛哈。啊，在创啊！哦，你看伊在拉啥？伊在创啥？伊在，伊在吃我收哦，辣椒我收。你看，有没有看到呢？对啊。啊，这就是古早，你看拢塞一个迄个咧卖猪血大肠汤吼。以前吼，以前拢安尼咧卖物件吼。啊，这钓啥？四卡，你有看无？四卡钓四卡，以前拢伫迄个稻仔园吼，安尼钓四卡吼。啊，这里啊，鱼啊的吼，这叫啥？水虾吧，哈。来，河鱼啊，你看这个河鱼啊，你看，看到鱼啊在吃。这只是鱼啊，看有无？你看这行吧，哈。够鱼啊在遐哦，啊，这网鱼啊啦，你看，哦，还好，你看，加的是一挂黑面皮肉啊，哈，啊加的是，开垦了哈，现在开垦，那引水思源呢？你看这井啊，挖一个葫芦搭做水哈，引水思源，好，啊这就是破茶，你看因在破茶。在花场啊，这个呢，家里栩栩如生，啊，在供桃啊，然后这个在桃啊，你在供啊，供桃啊，你看，这个是什么嘞？你看，结冰了哈，这是在结冰了哈，咱人一个结冰，你看。啊，你看，捡歹虫仔故事啊，然后，伊只歹虫仔故事就是安尼捡的哈。你看，啥物？哦，这亲情啊，妈妈的头亲哦。啊，你看，爱一个囡仔，看到无？你看，伊爱囡仔哦，你看爱囡仔哦，好简单嘞。你看，爱囡仔吼。切馍啊，你看。这是毛啊，有毛的感觉哦。你看，目镜哦，这你看，切毛，礼拜吼，今日哈，第3月份呢，伫咱的台南市政府的二楼中庭，爱记的，好，来看这灯那么爱记的，嘿。